眼前的自己有无限潜力，要变得更加美丽，只是画着经验格局，只沾灿烂的自信更有魅力。高阳的快递，等你好久了，你终于……你的快递，这个是新款扫地机器人啊。家里不是已经有了吗？家里的坏了，我才又花钱买了这一台。我要去忙了。哎，等等，你干什么去啊？你真去当快递员了？哎，等等，我有营销方面的事情想要请教你，你教教我呗。没空。耍什么帅啊？真是都懵了，就想着问他营销的事情，都不记得家里有狗狗了，还好没被他发现。哎呀，还有这么多书，也不知道能不能看过来。周一就要交计划了，真不知道临时抱佛脚有没有用。哎，要是抱佛脚，我也应该抱严厉才对啊，他不就是活生生的营销高手吗？可是他刚刚理都不理我，那我就去黏着他。对，那小家伙怎么办？哦，怎么样，拿到钥匙了吗？已经快回来了，那我等你啊。喂，您好，我是异能购快递员。
你有一份快递。我暂时不在家，你把那个快递放在大门对面的那个石头上吧，好吧？你在干嘛？怎么送个快递还管种花的？跟你没关系，你来找我干嘛？我来找你当然是有事啊。哎，我还是要请教你营销的问题。你觉得我现在有这个闲工夫吗？哎呦，没事的，又不耽误多少时间。哎，要不我跟你一起送快递吧，这样我们可以在路上好好聊聊。你现在是陈明百货的员工，我又是陈明百货的竞争对手，你每次都来问我一些什么方案的，你觉得这样合适吗？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又不是外人嘛，我跟你最熟了，不然我还能去问谁啊？难道要我去问我老板啊？他万一说我天天不动脑筋白拿钱怎么办？哎，这快递小哥的女朋友真漂亮。你说什么？难道我不漂亮吗？哎，你漂亮，你漂亮，你漂亮。行了，走。好热啊。那个，你今天去当快递员是因为我说的话吗？了解我公司所有部门的状态，都是分内工作。哦，好了，走了。哎，下雨了，怎么回事？你干嘛去啊？哎呀，我的天哪，怎么突然下雨了呀？愣着干什么？躲雨啊。好像停了耶。我有点饿了，要不然我们先去吃点东西歇一会儿。我车上还有很多快递，我今天都还没送完货呢，这是我自己定的规矩，我一定要遵守。啊，我陪你。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讲讲怎么能快速拉动销售呢？动动脑子啊。每次都只会开口问别人，老想着不劳而获。什么不劳而获啊？我这不是答应陪你干苦力了吗？那么多快递，而且还被雨淋，妆都花了。是你自己想跟着的。那人家还不是想可以边做苦力边取经吗？而且呀，我终于明白
怪不得百货公司受网购冲击，这么多快递送都送不完。你说他们都买的什么呀？这么多东西。行了，走吧。严厉为了改善快递员待遇问题，亲自要求体验一天快递员生活。他这样的人为什么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是谁影响了他？对手这么拼，我们也要更努力才行啊。DKK 新签约设计师的那个事情，你抓紧时间去跟进一下。这一次，我们一定要抢占先机。好。今天的货物都清点好了吗？哎呦，快快快！哎呦哎呦，叶总，不，好，可以。今天的货全部都送完了。我知道严总您可以的，您这是送完货又去兜风去了？你先去忙吧。哎，怎么又来这么多快递啊？我们这才刚送完，这都大半夜了，这些还送吗？这批货是明天才要送的，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真的？稍等我一下。嗯。经理，哎，严总，今天怎么样？今天呢，没有丢件漏件的事情发生，也没有投诉。这些都是爆款吗？特别顺利。您放心吧，怎么感觉大家买的东西都差不多呀？也妥善处理了，你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呢？晚上的时候注意一下安全啊！放心，丢不了。老板，两瓶。是。我云选付。来，成功。好嘞。进来。选一个。哇，这个鱼超好吃的，尝尝。真的很好吃。尝尝这个。怎么样，好吃吧？这些呀，可是你平时根本不会吃的东西，什么重盐啦、重辣啦、什么不健康啦，巴拉巴拉一大堆。可你看你现在，我吃的挺好的嘛。怎么样，今天当了一天的快递员，有什么感想啊？当快递员其实很不容易，不过发现很多问题是需要解决的。所以你现在也觉得应该给快递员涨工资了吧？其实不是这么简单，做企业不是做慈善，不能因为同情而违反了行业的规律。那你打算怎么办？我得好好想想。干杯！干杯！今天我们辛苦的一天。这个串串很好吃的，很好吃的，快点！我平时真的不吃这些，所以今天就多吃点嘛。好吃吧？嗯。给。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开在春风里。唱得那么甜，不怕发胖吗？啊？你这是冷幽默吗？别会开玩笑啊！我是说，你冻得我都快蹬不动了。那还不都怪你啊？谁
谁让你早上骑自行车去快递站？你怎么不开车？你知道的，5公里之内我不开车。嗯，知道。哦，我记得你以前和我说过，如果花钱能买时间，那么这个钱就花得很值得。其实我今天买这个新款扫地机器人啊，也是这个道理。它如果每天都可以帮我们工作的话，那我们每天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啊，这不就等于有效地延长了生命吗？你想干什么？我跟你捋捋这件事啊。你看这个新款扫地机器人呢，我花了1300买的，但是它可以为我们节省很多时间啊。就像你说的，你的时间值钱，而我的时间不值钱，我非常认可的。所以依照你的理论，那这个买时间的钱是不是应该你来花？说了半天就是要我买单嘛。这样好了，如果实用又方便，我就买单。你马上就能看到效果了。我临出门的时候啊，特意把它打开了，等一会儿我们回到家里面就能看见闪闪发光一尘不染的房间了。快进来吧。什么味道呀？什么味道啊？哎，这是什么？怎么那么多一片一片黄色的东西啊？这好像是狗屎。啊？邻居家那条狗干的，所以说我家全部地板上都是狗屎。快点，快点关掉啊！快点，快点关掉！好，严丽，你先别生气啊。这个狗屎它只是个意外事件，但是正好说明这个扫地机器人非常好用啊！你看，虽然抹了一地，但它一点都……哎，我。如果我说我不是故意的，你会原谅我吗？高阳，你的意思是，我们需要特殊的定制服务？没错，网络购物确实有它的优势，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一旦出现爆款，满大街都是，甚至在同一个小区里面，有好几个人都穿同一件衣服，所以我们要想区别于网络，就应该有比它更独特的服务。更独特的服务，比如说呢？比如说，像高定那种。你知道全球有多少高级定制吗？奢侈品牌的高级定制确实不是人人都买得起，但是我们可以搞一个人人都负担得起的私人定制。我们做的是零售业，不是品牌开发。不需要品牌开发，在现有的品牌基础上提供定制服务，比如说在牛仔裤上可以缝上不同的补丁贴，在 T 恤上可以印上顾客自己喜欢的图案，在外套上面可以更换不同的纽扣、肩章、袖判什么的。总之，按照顾客的要求，我们可以在衣服上进行更加个性化的 DIY。 对啊，如果我买的东西都有我自己喜欢的 logo， 而且它只属于我，那我不得幸福死呀。那也就是说，在我们现有的品牌基础上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定制服务。嗯，或者如果顾客委托的话，我们可以帮他们设计 DIY， 虽然只是一点小小的改变，但是这件衣服从此以后就会变得独一无二。如果我们让每位顾客都感受到了独一无二的幸福，那么谁还会愿意在网络上买普通款呢？让每一位顾客都感受到独一无二的幸福，
那我们陈明百货不就成了一个幸福牧场了吗？你们想过没有，如果做这个活动的话，我们需要多少品牌的支持？不需要和品牌合作，买下来就是自己的，难道我们怎么改变还需要品牌同意吗？我们只需要在陈明百货找一小块场地，顾客买完商品后在这里进行免费改造，这并不需要品牌的支持啊。我说的有错吗？高阳的想法跟创造力又再一次颠覆了我的想法。李总，这你就同意了？他的这个想法我挺喜欢的。李总，我希望这一次你能够慎重的考虑品牌方。品牌方有叶总在，我很放心。至于场地的问题，你们两个看一看，联合其他部门商量一下怎么样去解决吧。只要是在陈明百货购买的产品都可以免费为您 DIY， 请问你有什么需要呢？我想在这条裙子的裙摆边上加一些钉珠，可以吗？当然可以。你要穿这个裙子准备去哪里啊？哦，我们公司要开一个周年庆典酒会。酒会的话，那加亮片的效果会不会更好啊？你看，如果在灯光下的话点这些亮片，我觉得效果会比钉珠的效果更好，您觉得呢？好像是不错哎，就加这些亮片吧。什么时候可以取呢？我跟裁缝商量一下，看看明天中午之前你来取，你看可以吗？那太好了，谢谢你啊。那我明天中午过来取。不客气。哎，来帮客人登记一下。我取一下衣服。哦，小小，哎，客人来取货。谢谢。不客气。李总，你怎么来了？看这么多人喜欢你的幸福牧场，怎么样？感觉不错吧？这还用说吗？感觉相当不错了。我看你刚才帮那位顾客搭配的很不错。你以前学过设计吗？当初想以后能帮助爸爸，学的是建筑设计。也许我没有这方面天赋吧，没能帮上爸爸。不过出于个人的兴趣，当时有上过一些美术类的选修课。所以说，兴趣才是最好的老师啊。而且我看你搭配的那种风格应该是受印象派影响比较多。李总，你怎么知道我喜欢莫奈啊？这不难看出来吧，看你自己的穿衣搭配也和印象派画里那些情感浓烈生机勃勃的女子很像，这让我印象很深刻。李总，你这样夸我我都不好意思了。不过我倒是越来越觉得你像是一个宝盒，越打开发现里边的宝藏越多。这倒是真有一个成语可以形容我呀。什么成语啊？慧眼识珠。对啊，我就是李总您慧眼识出来的陈明百货的珍宝小姐啊。但说真的，高阳，有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去做一个时装设计师？我要学习的还有很多，这个问题以后再说吧。你知道为什么这爱笑的女孩运气都不会太差吗？什么意思啊？没什么意思呀，叶总也看见了，高阳弄这个幸福牧场弄得不错呀，人气多旺呀。我跟你说，刚才李总在楼下跟我说，高阳还有设计师天赋呢。李总对员工一向照顾有加，虽然活动做得不错，但是设计师可不是那么容易做的。那可未必，高阳以前参加过很多新锐设计师的发布会，这审美眼光是相当的不错啊。他能不能做设计师跟我并没有关系，我只在意作为一个员工能为公司做些什么。既然你这么推崇你闺蜜的审美，还是先让她提高一下你的审美眼光吧。我还想帮你提高一下你的审美眼光呢。哎呀，总这就走了呀？啊，我帮你 DIY 一个呀。叶总好。叶总好。叶总，叶总怎么样？
您去过幸福牧场啊？哎呀，不过就一小裁缝摊儿，巴掌大的地儿，还什么幸福牧场，真是够能吹的。名字是李总起的，拉动销售也是真的。你每天说这种酸话，提到过一个有效的方案吗？哎呦，那我再怎么做，不也没有高阳会做人吗？一点点小成就就能在李总面前邀功争宠的。李总现在是被他哄得团团转，都有人说李总是不是喜欢上他了。胡说。是啊，这不胡说吗？李总怎么可能喜欢上他呀？你都不知道。高阳就会在李总面前卖惨博同情。高阳的个人行为只要不影响公司，跟你我都没有关系。好好工作吧。我知道了。严总，成名百货有动作了。反应这么快？嗯，他们新推出了一项私人定制服务，叫做幸福牧场，是根据顾客的需求 DIY。 听说这些天反响还不错，这销量还增加了不少呢，特别是一些快销品牌好像都排起了队呢。私人定制价位多少？免费的。免费？嗯，没多少成本，也就是一些小修小补的，主要拼的是创意，而且这创意吧还有很多是顾客自己想出来的，他们也就是加了几个缝纫工而已。小成本个性定制确实独具匠心。啊，这几天都在忙幸福牧场呢，总算有点时间休息一下了。那你不回家补觉还拉我来闲逛呀？我不是闲逛，我是抽空选爸爸生日礼物的。对呀，忙得忘了这事儿。哎，先在家看看吧。您好，欢迎光临，请随便看一下。哎，我爸爸以前啊，特别喜欢他们家这个牌子的表。我们家突然被查封了，我也没能帮爸爸带出来。这是以前啊，关键你现在能买得起吗？买不起。哎，佳佳，你觉得哪个好看？我觉得这个吧。我也觉得红的好看，是吧？喜气。先帮我拿着，我再看看。不行，这个领带有小蝴蝶，我爸爸不喜欢，不适合。领带，哎，就这些领带吗？嗯，看看钱包吧，钱包寓意好，财源滚滚。大钱包装大财，大红色。太大也没什么用，现在谁装钱呀、啊？是不是？用手机支付。都用云闪付。走。我真的很努力的攒钱了，可是有什么用呢？我还什么都买不起啊。姑娘，你看的东西都太贵了，以你现在的能力，你要切点实际啊。这还不切实际啊？那只能说你不认识以前的我。我以前还买过羊驼呢。你买过羊驼呀？哎，我想买个狮子，打折吗？那是我跟盗猎者买的呀，很不容易的。我小的时候啊，常听我爸爸说，动物是人类的朋友，要关爱保护动物。我爸爸也经常参与保护动物的活动，所以才想从盗猎者手里买来放生，作为礼物。后来我爸爸告诉我，没有买卖才没有杀戮，我才知道自己的行为有多愚蠢。现在想想呀，以前真是太乱花钱了。现在想给我爸买点实际的东西，却发现自己是这样的无能。我觉得你进步已经挺大的了。你想想，对以前你买再贵的东西也是花你爸爸的钱。
现在呢，你买最便宜的东西也是花你自己的钱。你爸爸回来以后，看到你能自己养活自己，那多开心啊！你说的道理我都懂的，但是我爸爸一直自责，当初因为忙于工作，才让我那么小失去母亲。所以我从小到大，他总是把我保护得很好，不让我吃一点苦。如果让他知道因为破产，我要自己打工生存，他会内疚的。所以我才不能买普通的礼物，我不想他再因为我而自责了。这礼物不在于价钱，在于心意。啊，谢谢。你在干嘛？我在学游泳。学游泳？嗯。问你个事情啊。说。听说你们ENG一直在搞促销活动，有些生活用品我就趁着打折先买了，主要也是帮我爸备点生活用品，他的东西都被封在房子里面了，我担心他回来没有东西用，所以我这并不是乱买东西，对吧？啊。那你先忙吧，我不打扰你了啊。还在为礼物犯愁啊？愁的是钱不够用，我都尽可能在ENG选打折的买，结果一趟购物车要花10000多，吓死我了。再来，我也要租个房子吧，总不可能让我爸跟我一起住在严丽家吧？哎，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个兼职。收入还不错。什么活？你想多了吧你。我有一个朋友做职业买手，专门帮别人挑衣服、做造型、做搭配，从中可以赚点制装费和造型费。他手里倒是有一些土豪客。真的？哎，这事靠谱呀？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呀？帮人推荐衣服还能赚钱，你别说不给钱，这事我也没少做呀。你别高兴太早。听说那土豪啊是中了彩票的暴发户，这小心眼儿还没品位，特别难搞，所以我那朋友不敢接他的活。没事儿，我愿意接，我一定要在我爸爸回来之前挣更多的钱才行。高阳，上次就是因为你害我季度奖金都没了。兼职。严总，昨天跟您说的幸福牧场您还记得吗？我刚刚听说这幸福牧场竟然是高小姐出的主意，她没跟你说过吗？是吗？是啊，这他们内部的八卦消息说李明彻是非常看重高小姐的，对她是照顾有加。知道了。嗯。今天有事会晚回家。
好，您是刘先生吗？啊，是。哦，我是王小寨的朋友高阳。啊，小高啊，那个谁谁谁，哎呀，总记不住他名字，都告诉你了吧？都告诉我了，您放心吧。这花多少钱没关系啊，这一定要上档次，要高级，是吧？哥不会亏待你的啊。那我们进去逛吧。走吧。我看刚才那家店啊，这西装布怎么样？孩子都没听说过，连个明显的 logo 都没有，还卖这么贵，这穿在身上谁知道值多少钱？不是不是不是。那您直接把标签贴在脑门上不就行？什么？你嘀咕什么呢？啊，没有没有。您看那家怎么样？那是一个内衣老品牌，虽然名气不大，但做工精细，绝对物超所值。你说你买个不带 logo 的吧，我勉强还能接受一点。但内衣这种东西穿在里面的，谁知道值多少钱呢？花这钱干嘛呀？男人的干净得体呢，是从里到外的，所以呢，这个非常讲究，要在最明显和最不明显的地方下功夫。哎，我说小高，你可不能为了拿到提成给我瞎介绍吧？您买这个绝对不会错的，这个我不收钱，免费推荐给您，行吗？免费？那更不行了，谁知道你是不是在商家拿了更高的提成啊？现在里面的东西都卖这么贵，这不坑人吗？啊，走走走，上楼看。这边请。这个呀，就是我们的 VIP 室。哦。你看一下。哎，哎，这牌子好，我看好多明星都穿这牌子的。好好跟贵宾介绍一下。嗯，先生，请问有什么能为您服务的吗？你们这儿有没有新款啊？哈，有的，您稍等。这个不会是你朋友吧？不是，是客户。你上哪儿找这么个极品？哎呦，赚钱不容易吗？我也是生病第一次，头一回，觉得购物原来也可以这样折磨人。哎，怎么还没拿来呀？哦，实在不好意思，我马上就给您拿。您稍等，稍等。喂，你说晚回家是几点回啊？现在还不清楚。可能会超过十点了。你在干什么？你眼里还有家规吗？我突然有点事儿，跟老板开会，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拜拜。开会，分明就是找借口嘛。怎么，带人来买东西啊？是啊，现在已经是下班时间了。下班时间？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干的。什么意思啊？你可真健忘，上次出了那么大的事情，这么快就忘了？您跟您这位顾客朋友说了您的光荣事迹吗？如果再有家属跑过来投诉说你是托怎么办？再投诉你诱惑高端消费怎么办？这不就是往我们成品百货脸上抹黑吗？那不就是让大家的饭碗也砸了吗？自己的饭碗自己端住了，别人想砸也砸不了。我陈明百货的招牌也不是别人说抹黑就能抹黑的。李总，您不了解情况，高阳是因为他缺钱想从大款身上挣钱，我就是怕。明朗，佳佳跟你在一起这么久，你首先要教会的如何尊重自己身边的同事，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谈论自己同事的隐私，首先太没有礼貌，其次这也不是你陈明百货的钱。叶总，闭嘴，别说话。工作时间，顾客至上，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忙吧。好的，李总。李总，谢谢你。高阳呢？高阳，来了来了，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你跑哪儿去了啊？我花钱雇你来，你让我一个人在这里挑衣服啊？不好意思，这位先生，您是想购买男装是吧？是啊。女孩肯定没有我懂男装，要不然我带您逛逛。你是这商场导购吧？算是吧。
行，来吧。你好，老高啊，这就是有钱的感觉啊，售货员的态度都不一样，所以说啊，要穿大牌。你要是穿个破破烂烂的吧，人家理都不愿意理你。我以为来到陈明百货的顾客，每一个都应该受到这样的待遇。哎，你一个小导购怎么能懂？所以说这个排场还是很重要的。啊，这身后跟两个小跟班啊，身份立马就区分出来了。这样，比穿大牌还管用。拿着呀。我来。还是你是食物，前面看看去。好，就这素质，咱们两个一起陪他逛街，你应该收双份工资。你俩干嘛呢？快点呀！来了来了来了！来来，东西放。哎呀，哎呀，哎呀！小哥啊，今天我逛的挺满意的，要不一会儿下班你就别坐公交车了，我开车送你回去。别别别，您是我们陈明百货的贵宾，您开车先走吧。送小高，就让我来吧。您也有车呀？